彩霞，在屋子里待着实在太闷了，能不能找几本书给我看看？没问题。哎，夏女士，那个住的地方啊，确实是有一些简陋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吃上绝对不能简陋。这是我特意给您准备了点水果，还有一点点糕点。谢谢啊。 我听说呀，这个漂亮女人啊，不能离开水果，皮肤会干燥的。我说你老毛病又犯了吧？哪儿兜的呀？说话那么难听啊，彩霞！哼，难听的还没说呢，那就收，咽回去。别说，我告诉你怎么来的吧。手艺活儿。我说黑黑不在，没人看着你了是吧？ 革命战士讲究的是自觉，干嘛非得让人看着呀？你们俩说话还挺有意思的。夏青姐，让你见笑了，这人没溜。这叫幽默。一个优秀的男人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志，就是得有幽默感。就你还幽默呢？你最多充其量是还得说好听了，就是一嘴贫。哎。 成熟男人首先就是得沉稳内敛。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成熟男人。看见习武大哥了吗？不优秀吗？哎，正所谓啊，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，这叫各有千秋。哼，歇会儿吧你。怎么样？见到凌文光了吗？见到了。 可是总有人盯着他，我们无法靠近。盯着他，盯着他干什么呀？估计是小鬼子不放心。我跟席文也没能靠近他。就这一个线索。夏女士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但需要你配合。我想利用你把凌文光引出来。有时候，男人比女人好奇。 这倒是，那就好办了。我需要你给她写封信。嗯。你还记得夏琴这个女人吗？战前我们访华的时候，是她接待的我们。记得，我对她印象很深。啊，听说她有可能随梁妃一起来南京。不会吧？她这么重要的人物，怎么会来这里呢？ 他真希望活捉了这个女人。不是活捉，是把她请到我们这里来，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的跟她研究研究法律。报告。是哪个姑娘给你写的情书啊？ 是家属，红包车，大华酒店。你好，我想住406房间，可以吗？我帮您看一看，正好是空的，您在这边做一下登记。
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知道405曾经发生过什么。你是谁？你说的是夏琴吧？你是梁飞？别担心，坐吧。 夏女士跟我说过，在战前你就开始研究违法币了。我们要毁掉违法币垫板。你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你应该知道这块违法币垫板如果还存在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夏琴呢？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只是暂时还不能跟你见面。你被日特跟踪了。 司令部房间，上。你还画图？那边，上，走走。 小回楼，夏琴知道，咱们再联络。哦，对了，我怎么走啊？下回见面在望德楼，这是408的钥匙，你赶紧去。 你们是谁？干什么？搜！是。下一件。走。报告，没有。挨个屋给我搜。是。 帝国为你们准备了慰安妇，为什么你还要去酒店呢？那个女人是我的情人。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你去酒店的时候跟前台的人说405房间，怎么回事？之前约的是405，可是有人住了，他就临时换了一个房间。
惭愧。我说小林君这几天怎么恍恍惚惚的？那个女人究竟是你的情人还是妓女？是情人，因为是她的生日，所以去酒店，给加藤老师添麻烦了。好吧，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，而且从今天开始，如果你再想见你那个情人，要通过我们的人，明白吗？是，去忙吧。我建议这个人不要在这里工作了。不可以，太田先生，我希望你理解我，我的工作就是铲除一切可疑点。小林是我的得力助手，而且他的工作非常出色。是啊，他跟了加藤君六年。大总，我们这里的工作不是随便换掉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都这么信任他，我也没有异议。黎文光的情人，要不是因为跟踪他，我们还不知道这事儿呢。哎，我装的可像了，我说的头头是道的，又送花又端茶倒水的，我才把那女的给哄到酒店，我容易吗？我不是，你别这么看着我行吗？我这也是为了任务，不信你问习武啊。别问我，我又没去。梁飞，他相信你了吗？没有，似乎还有些怀疑。不过他透露了一个信息，小灰楼，他说你知道。原来是在小灰楼，真的是没有想到，抗战前有个官员在城北建了一个小洋楼，说是居所，其实是掩人耳目，他们在地下室生产毒品。后来查抄后把房产给了中央银行，后来改建成内部的招待所。能确定位置吗？在这儿。那中央银行那边故意加强警戒，是山本在跟我们演戏。能透露这个消息，说明林文光这个人还是可信的。不过今天这一幕，我担心山本那边会有所警觉。老师，您竟然这么轻而易举地放过了小林。是的，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，那个女人叫翠芝，是小林的情人，而且人证物证都在，不可能作假。我安排了小林住在小灰楼，如果小林可疑，甚至见梁飞的话，那么我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知道，你放心吧。原来如此。那个女人呢？已经盘问过了，正如大佐所说，确实是他的情人，我已经给放了。放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就是你永远都不如梁飞和尚西武的地方。梁飞就算联系不到这个林文光，也可以通过这个女人跟他联络。抓回来。要不是小林，咱们根本找不到这里。戒备不是很严啊。别忘了，咱们对付的可是山本，表面看上去不严，这里边说不定就是地狱。这下林文光想出来就更难了。山本这个老狐狸。这几天小林还是没有什么异常，也许我们真的误会他了。另外，那个翠芝我们已经再次调查了，确实没有问题。他可以没有动作，可梁飞为什么还没有动作呢？中央银行大楼附近我已经安排了人，目前
还没有什么异常，侵略如虎，不动如山。一个隐忍不发的梁飞，才是最可怕的。隐忍？一切迹象表明，梁飞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没有和当地的组织取得联系，得不到当地组织的支援，所以他才没有行动。 而并不是你说的，您认吧？您说呢，科长？徐队长，进来应该先报告。难道你在特战局的时候，不是这么做的吗？报告。 这就对了，有什么好消息吗？瑞安酒店大堂经理说，有人在前台留了一幅字画，我觉得有问题。留字画的人说，会有人来拿。寒日鼓声急，百尺楼堪倚。 残雪舞桥岸，玉英石来迟。山本老师，你应该看懂了吧？大总，什么意思？你仔细看看，每行的第三个字连起来读一下。 鼓楼五十。徐队长，接下来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我希望你能找到他们的藏身地。是。不管谁来拿这幅字画，你就正常给他。给的时候。 用手帕擦擦鼻子，我就会看到。好，千万不能露出任何马脚。好的，好的。新来那个女人是你的情人吧？蔡东老师，您就别耻笑我了。我就非常喜欢中国女人。 因为他们都非常的懂得羞耻，我还是非常的怀念那段东北时光啊！我真的很想尽快的见到我的对手夏琴，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。当年我放话的时候，就差一点点就可以给她献花。 这段时间的工作我观察，发现我们之前的研究有一些小小的瑕疵。你去报上柜把电板取过来，我们研究一下改进的办法。加藤老师，我认为我们现在研究法币最大的障碍已经不是图案了。嗯，说说看。普通的百姓是很难看到微米级的差异的。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伪钞的大量信息。 但是还是有瑕疵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印刷入手。有道理。法币的印刷现在是在美国，我们很难掌握关键的信息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印刷的油墨。我们帝国的专家已经研究得很精细了。那是当然，但是在中国有很多民间的高手。 是隐藏起来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他们试试。有线索吗？我知道有一位叫刘兆恩的世外高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去找找他。他比我们帝国的专家还优秀吗？那我倒不敢说，但是多一个方法总是好的。 你去办吧。
我马上。先一直走。这家酒店，对，在三楼。梁飞的化名叫朱龙图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他会在柜台留副字画。取画的人叫万之中，我去看看。等一下，过去三天了，里面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这样，过去。先生，您住店。哦，我来见一位朋友。他叫朱龙图，在咱们店。他退房了。他有没有什么东西留给我？哦，我叫万之中。哦，有一幅字画，给你。通知钱也没意思。嘿，嗨！淮扬菜我吃的少，不过我也知道淮扬菜有东南第一佳味、天下之至美的美称。这个季节要想吃点特别的，那就得点三套鸭、清炖蟹粉、狮子头。这一三一清，你们可要小心做了。我要打包带回大华酒店。您是行家呀？好，伙计，结账。好嘞。失望吧，家将，我去三清街了，你赶紧去鼓楼。
别着急，来了。你们这样做我会暴露的，知道吗？你放心，尾巴我们会处理掉，你会很安全。尚西武，你也不过如此。杀你足够。我现在很难出来，我这一次是骗加藤说我出来找游墨师傅，没想到他们跟得这么紧。你做得非常好，别担心。小心呢？为了他的安全。你暂时不能见他，对不起。这一张呢，就是小灰楼的结构图，我手画的。这一间就是加藤的办公室，伪钞垫板就藏在这个保险柜里。如果你们要动手的话，就要尽快。如果加藤把伪钞垫板再放回到地下室，你们就根本不可能得手，因为地下室的门是混凝土做的。周围我们观察过。同样很难进去，那是你们的问题了。
刚才说你是出来找游牧师傅的。是啊。酒店出事以后我们就搬到这儿来了。老顾，组织上这联络站怎么回事啊？都被小鬼子破坏了。德田君，拜托了。嗨，都来。没记错，任务还没有完成，你不便露面，你在车里等我，我会处理好。那就有劳山本老师了。保护好科长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夏主任，我们暴露了，这儿不能待了，我们走。是从咱们住的地方传来的。小林，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，回去以后一定要按我教你的做，切记稳住脚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赶紧带着老顾走，一定要跟组织联系上，快！小心点，黑子，走。黑子，小心！追！快！哥，没事吧？
身上什么都没有。来，喂吧。动手！哎哎哎！报告大哥，没有发现什么情况。啊！二姐，饶了我吧！你，哎，你，啊！救命啊！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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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命啊！站长！夏主任，你先走，我掩护。枪给你，小心。保卫他们，跟我来。杨飞。飞哥碰头是不可能了，老顾，小鬼子不认识你，你先走，我去看看黑子去。大家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走了。哎，这儿，不，这下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。谢了，兄弟。走。走了。